志及实境节目主持人奖，得奖的是奇霸哈林小队，恭喜庾澄庆、朴学亮、洪小刀、柯有伦、张庭湖、于周于天。小刀，不要拍了好不好？哈林哥说会得奖就是会得奖。因为时间有限了，我简单讲了。谢谢评审啊，还有谢谢我们的队长哈林带我们一起圆梦啊，带我们一起上来拿奖啊。最后我谢谢带我入行的小燕姐，这个荣耀献给你，谢谢。来，上，先讲，先讲。我要谢谢我的爸爸妈妈，然后谢谢一路支持我的所有贵人，然后我要谢谢我的信仰，然后我要谢谢关圣帝君，谢谢诸位神明的保佑，谢谢。谢谢爸，谢谢妈，谢谢太太，谢谢小孩，谢谢评审，谢谢好看娱乐，谢谢哈林哥带着我们骑脚踏车，把这个美丽的台湾好好的放在这个脑海里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评审，然后谢谢好看娱乐汤哥、珍妮姐、万哥，然后谢谢我的家人，谢谢哈林哥，谢谢。谢谢哥哥们让我有荣幸沾了这份光，然后谢谢好看娱乐，汤哥，谢谢妈妈，谢谢汤哥、珍妮姐、万哥，然后谢谢所有支持我们的粉丝们，谢谢你们。每年那么多节目哈，上上下下，谢谢评审让这个节目能够骑过，留下了车痕。然后我的经纪人周志慧知道我要环岛之后吓到赶快找这个好看的王珍妮跟汤宗麟，然后把这个锅甩给他们，凑成了这个节目。那要谢谢台上的车友们还有幕后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热血热情带给了所有的观众。谢谢我的家人，妈妈、太太、小孩。超时的部分，我下一个奖再讲，谢谢。